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是椭圆方程是这个的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所以 A 哈，这是 A 平方嘛，这是5的平方，啊这是 B 呀，哦3的平方，哦这是 A 等于5嘛，那 B 等于3，所以哈 C 等于多少？等于4啊。那顶点的话呢？这个哈，这个中心点哈在哪里哈？中心点是在一负二嘛。然后这个呢，顶点哈是给它加五 ，x 方向加五 ，a 一哈加五嘛，六负二嘛。那这个的话哈，负一呢，减五嘛，减五的话哈，一减五的话是负四嘛，哦 a 二哈。负四嘛，零。然后的话哦，再来的话呢，这个焦点的话是加四嘛，这距离它是一嘛，所以这是 m 一哈，等于五负二。那这距离也是一嘛，这是 m 二哈，是负三呢。然后这个多少呢？这是负二。y 坐标这个都是负二，这写错了。好，那么他问什么呢？他问说中心坐标啊，中心坐标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负二，所以呢，这个 A 选项是对的，他要选错的了，A 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 B 选项，短轴长是6 ，B 是3嘛，所以2B 短轴长是6，这也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 C 选项，长轴长。长轴长就是 2a 嘛，25得10，长轴长10，这也是对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D， 两个焦点，两个焦点的话呢就这个嘛，5负2跟负3负2了，他说是负1 2负1负6，所以是错的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D， D 是错的，其他都是对的。